攒点 buff。这要全是铲子的阵容，这把直接就起飞。我跟你们说，就上来就全是铲子，我们就直接就无敌。攻速给的也没啥用。给阿卡丽，你只能给阿卡丽了。这也没啥用，给个水银吧。三国禁夫的得有铲儿啊，没铲儿可玩不了啊。劫呀，那请问劫没有夜影天玄咋玩啊？劫如果失去了夜影天玄该怎么办呢？你看我像是能想要啥就能刷出来啥的样吗？好像不太像啊，对吧？就咱就问，按上把来分析的话，确实是不太像。冰女儿我就不拿了，先。人品守恒该刷了。整个节呀、啊，行。看情况吧，下波看刷什么。我靠，这波输了！哎，你妹的！刘海变形了，一样的，无所谓呀、啊。刚那波输了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居然会输掉。这倒数第二已经玩劫了，要啊，倒数第二名已经把攻速拿走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
就三国得了，要我说，这把不行，就第四名掐把烂分，不挺好的吗？多好啊，碰碰运气。对不对？多好，我觉得挺好。我觉得行。怎么死的？这是？这多好啊！这盖伦马上删了，多好！你看是不是挺好的啊？我觉得不错。刚才那小子确实猛，没办法，确实猛了人家。万一下波给我报个彩儿呢？九三国禁夫不有了吗？可以的。叠个 buff 上去叠一叠。我在想屁吃呢，这怎么能叫想屁呢？那野怪爆铲子，这概率不是有的吗？要不然铲子哪里来呀？他包底儿真会扎哈！你别告诉我这波再打不过，真能扎！这包底儿真会扎，扎的位置真好。阿卡丽装备，盖伦差一个。五三国上赵信，六三国先刷个盖伦出来。好，不能接受升级。下边给7块，小弟一手，不能代替了。有没有阿卡丽打手工啊？哎，给个日炎也行啊，这。哎，我这盖伦太猛了，我这盖伦。盖伦想给个日炎。安妮儿是你妈，不是是我妈。我要整三福星的。这跟他是不是我妈没有关系。我要让这些家猫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爪子。我弟盖伦有毛病吗？
没毛病吧？我第一个盖轮都出不来吗？下边给几块？给八块。这挺烦人的，这。撇了吧。咱也没卡钱呢，关键是。能一扣右边不？又扎上一身血，完了这回扎大树。哎我操你个妈了，这包女真会玩啊，这包女，包女确实会玩，包女啊，包女，算了。为了避免有人安妮说是我妈妈，我决定把她撇了。我把你放右边还不行吗？先要无尽吧。还是先要女神泪呢，要无尽吧。我的确很想给装备你知道吗，但是现在这装备给吧没人能带，就挺烦。谁也带不上去，我五人口我上不了人。拿个积木，一会儿积木不行把装备先拿着。先拿无尽魔抗盖轮，不要了，那玩意儿自己能来应该。呀我拿走了确实挺烦啊，女神泪也没了，那我们拿盖轮吧。我决定拿一个比较便宜的盖轮，然后下波给我刷个盖轮，头皮发麻，简直了，简直了呀！下波指定刷盖轮，你看着吧。呀，没刷，还行，给我点面子啊！我先给你上个龙爪。三星的就不会再刷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还能不知道三星就不会再刷了吗？我又不是头一天玩了，兄弟。我说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盖轮我拿了，它在第一时间回来的时候不会合成，对不对？不会合成三星，它只会合成一个两星的，它还是有概率会刷的，明白了吗？能理解吧？绝不动摇。完了，给我吞了。
磨免加盖轮能减多少？相当于100%呀！这不魔法伤害降低80%吗？这不魔法伤害减低60%吗？那减少1000%，错了，不是1000，140%，人家打我还给我加血呢。先给个女神泪，再给个大剑，给个大剑吧，给个大棒子，给个铲子好啊。不给铲子确实比较麻烦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？一会儿再给吧。好难哦，感觉这把怎么又第八了呢？又小弟一下吧。没有阿卡丽吗？拉人口吧，这连败三国确实挺难受啊，兄弟们。五金没了，我要法宝也行，确实。包女太菜了，包女是小花生。开个玩笑啊。我吞了，呀！哎呀！啊！这么多铲子，快点拿个鸡呀！哎呀，这大鸡，啥也不说了。你妈了个巴子的！我操！我三个铲子一个没拿着啊！你他妈的你要个铲子干啥啊？你有个铲子，那你要个铲子又干啥呢？你要个铲子，你要铲子干啥？哎呦我操！我三个一个没拿着，让倒数一二三全给拿跑了！我天哪！哎呀，我脑袋疼啊！简直了，真是简直了，没个玩意儿的，根本不让人玩儿呢。根本也不让人玩儿，你说。
三个铲子，一个没拿着，哎，我都服了。关键这个人还给他合了个重装，这不暴殄天物吗？这是啊，脑子疼，脑袋疼，真的是脑袋痛啊！这猫怎么回事？怎么攻击速度这么快呀？无限加血呀！这是要给我来死啊！这是，使劲来来，看看你的来大还是我的大刀大。交给我了，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。这把呀，撑死第四，不太顺点就第八，反正就是四八来回靠。这都打不死那个寒冰吗？可能也是卡特没装备，也确实。他们怎么总整啊？最后剩个奶妈呢，然后就打不死，打这么半天。有这么肉吗？黄子删了，阿卡丽一个没有。哎呀，给个全套吧。这么的啊，我们包女儿呢不扔，兄弟们，我们包女儿不扔。哎，我们怎么的呢？我们按一会儿给个三国转职来玩，好吧？包女儿我们先放着，哎，先给她放在这里。我们按一会儿给三国转职来玩。这个帽子，我想一想啊，帽子还是先给这个派克。因为派克，我的盖伦是不是有点无敌呀？我这反甲龙爪盖伦，给我掏！唰唰！我们升级上四刺儿，文血黄子升级。升级上四刺儿，然后呢，我找到阿卡丽，我把这派克先给他换下来，然后再找个派克，下一波给一个三国天那叫什么三国转职，我们就找禁夫，哎，就这么玩，然后把那蓝 buff 帽子给那禁夫整一整，最后石头人给我爆个法爆，吃鸡了。二银钻，哎，精神病呢？那四星不给皎月生，跑过来给这冰女生，给我钻死！哼，不掉血，不好意思。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
没有三国转职怎么办？没有三国转职，第八呗，那还能怎么办？我你问我，我哪知道啊？四连胜了，升了得了。哦，转职占位置没法报了哈，没关系，忘了吧，真是的，那不正好有装备了吗？挺好，别给我刮痧了，嗯，你会玩决斗吗，小伙子？干哈呢？这怎么的呀？这是什么决斗？三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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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国！给盖伦来个装备，还是给刀锋来个装备呢？给刀锋来个银血剑吧。我本来想给个离子火花的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阿卡丽呀？啊，那为什么一个阿卡丽都没有呢？石头人给个转职，石头人给个转职，救一命。喂呢？老头，老头没法上啊。派克卖不了，那派克没法卖，挺好，我这刀锋还能切接后排，感觉森林吃鸡了呀，这，哎呀，拿头猪吧。一次挑战。来吧，盖伦。上来他妈把我这蛤蟆给我杀了，我操的。你看，法帽来了，法帽来了，没转职，没进服，太难受了。看这把水银多不啊？哎呀，水银太多了，全是水银呢，没办法。找头猪吧！我闻到的是恐惧吗？找头猪吧！他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进夫也没了，包女儿不要了。
这森林可太猛了，一个森林都打不过呀。前四行了，这把就是目的就是前四，这把的目的已经达成了，兄弟们，找头猪吧。这撇了，这撇了，这撇了。卡特，找一头猪。换不了东西的鸡怎么整？不换了，这么地儿。卡特，那蛤子他妈跑过去踢着小兵，我真是操了，你踹这玩意儿干什么？哎，没用啊，这水银踹不飞呀。哎呀，这把能第三的呀。这把能第三，加了十点还行吧，可以接受。